尊敬的修士校长、建明老院长、诸位僧教领袖代表、诸位领导、诸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高兴见到诸位参加第三届多元宗教论坛，非常感谢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每年举办这样意义重大的论坛。我们相信这个论坛将有助于推动宗教教育与宗教团结，并将促进宗教之间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学习。我们相信宗教团体、宗教回归教育、宗教互相学习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下手处。今天主办单位给我的讲题是灵性如何指示多元宗教和谐之道，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题目。我将尽力贡献个人的学习心得，供大家参考，敬请大家不吝批评指教。灵性的教育非常重要，我们常说现代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，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出了偏差，偏重在物质文明的教育，而疏忽了心灵文明的教育。东方世界疏忽了圣贤教育，即儒释道三教的教育；西方世界疏忽了宗教教育。这是今日世界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。挽救之道在于真心身心教育和宗教教育，这两种都是启发灵性的普世教育。灵性的展现是爱，是伦理道德因果与智慧，多元宗教和谐的重要原则在于求同存异，所以灵性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。灵性是每个人本有的善良天性，不因宗教、宗族等而有差别，但是灵性需要经过开发与培养，才能产生莫大的作用。中国同盟课本《三字经》上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”意思是人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，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生活环境不同，彼此的习性差别就很大。如果不及早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善良的本性就会随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。至于教育的方法，要以专心为主，不要希求广播，
这些话不止对于小孩是如此，对于成人也是一样。尤其现在社会上种种财色名利的诱惑很厉害，人的灵性往往受到了严重的污染，更需要通过普世教育来净化。六祖坛经上说，和气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和气自信能生万法。六祖慧能大师在灵性上下过一番功夫，开悟之后肯定了灵性是清净，乃至灵性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。以父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书也是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让我们了解到灵性就是神性，遵照经典的教诲而行，就能跟上帝联系。古兰经第九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说，凡培养自己的信念者必定成功，凡强害自己信念者必定失败。这肯定了培养灵性的重要性，灵性展现出来的素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爱，这是所有宗教共通的核心价值观。所以宗教和谐首重在爱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上说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铁箍，应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应于大悲而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孟子上说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爱人就不会害人，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人人都能爱人，社会自然安定和谐。灵性是爱，在生活中体现的就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与智慧。所以《古兰经》第三章、第四章、三十六节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当优待亲戚，当连续孤儿，当救济贫民，当亲爱近邻，远邻伙伴侣，当款待旅客，当款待奴婢，真主弟兄，不喜爱娇慢牵挂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八到十九节上面说，耶稣说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太上感应篇上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孟子上书，恻隐之心，仁之断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断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断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断也。灵性需要普世教育来培养。灵性虽然是人人本有的，但是需要接受普世教育的熏陶，才能产生净化的作用。我从2003年起，几乎每天每年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和平会议，在几次主题讲演中，我向大师们报告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智慧是普世教育，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。大师们听了都说很好，但是演讲之后，有人私底下告诉我，这是理想，做不到。这对我而言就像是凉水浇头一样。我觉察到必须做出普世教育的示范点，才能使人生起信心。2005年，我在家乡建立一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，进行为期3年的试验，以普世教育来教导小镇的48000居民，结果成绩卓著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镇民的良知良能被唤醒，小镇的风气焕然一新，街道整洁了，家庭和睦，邻里和谐了，犯罪率与离婚率都大幅度的降低了，真正做出了和谐社会、礼义家邦的典范。2006年，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介绍这一个普世教育的典范，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和3天的展览，感动了与会的大众与大师们，让大家对普世教育生起信心。我们也举办每一期7天的道德讲堂，避开外界的污染点环境，专心学习普世教育，效果很好。静下心来学习，真正将圣贤的教诲听进去之后，灵性开启了，忤逆的孩子变得孝顺，贪婪的人变得廉洁，暴力的人变得和善，离婚的人复活了。成功的案例达到数万例之多，还有在企业里面推展普世教育的案例，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，老板是大家长，员工都是兄弟姐妹，无论宗教信仰与其他背景，大家都能够一视同仁，相亲相爱，一团和谐，共同落实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、智慧、普世教育。如此，企业成为真正的
幸福期，灵性需要人际交流来引导。人与人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最重要的是必须时常往来，如果不往来，彼此就生疏了，甚至可能产生误会。一旦能够时常交流，灵性便能够互相激发，而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。1998年，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我们所用的方法是四学法，也就是四种公共关系法。四学法第一个是布施，就是多请客、多送礼、广结善缘，我大力赞助每个宗教所办的慈善事业，让他们印象很深。此后大家还时常聚餐，每一次聚餐我们都送礼物给他们。第二个是爱语，就是讲真正关心对方的话，讲对方喜欢听、容易接受的话，让他们得到利益。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，我们主张每个宗教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，信哪个宗教都好，宗教之间不应该拉信徒，那是不道德的事。第三个利益，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有好处，能够利益他。当其他宗教遇到困难找我们 帮忙时，我们放下自己的事情优先帮助他们。第四个同时，就是同样的志愿，共同从事一项事业，大家只能致力于宗教团结，真心宗教教育，共同为社会和谐贡献力量。一个宗教办大型活动时，其他宗教都去参加，团结宗教效果很好的是组团旅游。平常各宗教灵修都很忙，彼此难得见面，即使见面也只有一两个小时时间，无法深谈。出国旅游就不一样，十多天的时间里，每天大家从早到晚都在一起，无话不谈，真正变成了好朋友。新加坡政府非常赞许我们将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做法，认为这对新加坡社会安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2002年起，我们在澳洲图文堡从事宗教团结、族群团结的工作，也是运用四学法，将图文堡十几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从2013年起，图文堡代表团每年都到教科文组织汇报和谐工作的成果，获到与会者的赞许。图文堡宗教人士也与新加坡、香港的宗教人士合作，从各自宗教圣典中里面记录精华360小段，或者后刊在一起，名为宗教经典360。这对于
一般人研究各宗教的教义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2017年3月，来自教科文组织九名大师参观澳洲图文法师，亲身体验宗教团结带来的社会和谐，都很受感动。回到教科文组织之后，就为我申请了一个办公室，名为净空智友社，并且在2017年9月正式揭牌启用。目前我们常在净空智友社与教科文组织大师们会谈，讨论如何促进宗教教育、宗教团结、宗教互相学习，并将请大师们在附设的摄影棚里录讲演，将在网上流通，以其广泛宣扬宗教教育、宗教团结的理念，希望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。去年10月，我们赞助威尔斯三一圣大卫大学举办和谐博士班，希望培养各宗教优秀的传教士，每个学生不但深入自己宗教的教义，而且学习其他宗教的教义，为宗教团结、与宗教互相学习打下基础。我们希望3年之后能储备足够的师资，开办宗教教育学院，开设本科3年、硕士1年、博士3年的课程，希望7年之后储备足够的师资，成立世界宗教大学。每个宗教是一个学院，各宗教的传教士都是同一个大学出来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如此能够更好地推展宗教教育、宗教团结、宗教互相学习。如果能够通过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，开显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灵性，就能达到个人健康、家庭美满、事业顺利、社会安定、国家富强、天下太平。从我这20年来从事宗教团结事宜的经验看来，真信普世教育、东方的圣贤教育与西方的宗教教育至关重要。世界和平确实应该从宗教团结下手，而宗教团结的基础在振兴宗教、普世教育。大家需要求同存异、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在沿袭宗教普世教育的基础上，宗教之间需要时常交流，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助合作，如此推广
相信社会和谐的理想将能逐步达到世界和平，也将为期不远，祝福本次论坛顺利举办，圆满成就，祝福诸位身心健康，法喜充满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繁荣，谢谢大家。